在芦竹坑口彩绘村，除了有反映出农村淳朴以及地方的活力，其中也有附近许多有趣的艺术品。由于坑口彩绘村附近属于航空城征收区，为了保存这些艺术作品，陈圣公极力争取保存放在庙前。陈圣公位于捷运的 A11 站，那同时也是航空城开发区，所以陈圣公是航空城的五财神，也是我们捷运的守护神。那今年兔年的过年，陈圣公因为地方上我们航空城的开发，特地保留了一些地方上的文物，还有地方上的一些特色，然后在今年要把它呈现出来，跟我们的过年来做一个结合。例如我们地方上有很多70年代手做的泥做动物包括我们的金牛所以我们是金牛福印。艺术作品反映出当时农村时代的生活文化，透过艺术品可以让小朋友了解到过去的农村生活以及历史，一方面也可以让小朋友认识到动物生态。因为那个年代的小朋友要去到看到真正的动物不是那么简单，所以那时候的乡公所一般做公园都会做跷跷板，还有大象的溜滑梯，还有一些手作泥做的一些可爱动物，所以让小朋友来认识。经过专业的修复跟彩绘后，也变成地方新的特色亮点。保存在地的文化，不管经过多久，都可以让人们感受到曾经的乡村生活。记者林瑞峰卢祖采访报道。